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据预计，2019年数字媒体广告支出将占到媒体广告总支出的 55%。 这意味着对于所有的跨境电商企业，想要发展壮大，投资在线广告是势在必行的。作为跨境卖家，我应该投什么广告呢？目前的广告平台都有哪些呢？01全渠道简介，截至2018年7月全球最受欢迎社交网络榜，按月活跃用户数排名单位百万。 Facebook 用户量巨大，社交领头羊，在营销功能强大，流量切割准确，互动率高，兼具品牌传播和销售转化双重优势。 Instagram 是一个提供在线照片共享、视频共享和社交网络服务的应用程序，红人生态完整，用户群体偏年轻。 Twitter 在线社交网络服务和微博服务的网站，互联网上十大最常用的网站，并被称为互联网短信。 TikTok 15秒短视频，草根画家，既视感。 YouTube 视频分享网站，适合投放线上服务、广告及红人营销。 YouTube 用户每个月观看的视频时长超过了60亿小时，同时每分钟大约有400小时时长的视频被上传。除了社交媒体广告，不得不提的就是 Google 广告了。 Google 广告也叫 Google AdWords，是全球规模最大、最受欢迎的 PPC 广告平台。 Google 每天可以提供超过35亿次搜索查询，每秒可以处理超过40000个搜索查询，每年总共超过12万亿次网络搜索。广告主可以在对数百万个关键字和短语进行出价，在谷歌提供的潜在受众群体中寻找到目标用户。谷歌拥有丰富的广告系列类型，包括仅限搜索网络和仅限展示广告网络的展示广告系列、购物广告系列、视频广告系列和通用应用广告系列。每个广告网络都有不同类型的广告系列，能够满足广告主的不同目标。02 Facebook 广告。说起 Facebook 广告，大家都很熟悉，但是真正做好 Facebook 广告的却是凤毛麟角。想要做好 Facebook 广告，必须要了解 Facebook。 了解 Facebook 广告，目前 Facebook 在全球范围内月活跃用户为27亿，是全球最大的社交互联网平台，也是出海企业数字营销的利器。无论是找客户、做推广、卖产品，你都无法忽略 Facebook 的引流价值。那 Facebook 广告到底有什么魔力呢？一、用户庞大，全球范围内有27亿用户，占全球人口总数的1/4，全球48%的网络人口都在使用 Facebook， 超过13亿的每日活跃用户。二、集中于移动端，90%以上的人们通过手机登录。三、目标市场 Facebook 平台在重要出口国家的使用率甚至高达90%。四、年龄分布广，趋向全民，便于各类商家开展更多品类的业务。五、有效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客户忠诚度。 Facebook 在全球提升知名度及忠诚度上面比全网高50%以上。六、在营销效果好， Facebook 拥有庞大的数据库，可以为广告主提供精准化的受众，帮助广告主成功触及更多用户。